这里比较通一点，好，呼吸一下，好，太往生了，好冷啦，孩子们，你们一路走好，妈妈会想念你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金米莎，今天又是除毛的影片。上次呢，我有跟大家分享过我在家里用刮刀除毛心得。那因为上次拍完就是普通的刮刀除毛，所以很多人问我就是有没有其他的除毛方法。那我今天呢，就是来去跟大家介绍一下其中一个除毛方法，叫做热蜡除毛。那大家应该比较会听过就是蜜蜡除毛嘛。那蜜蜡除毛现在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商店也可以买到，但呢，这次我去预约的热蜡除毛是不一样的，这也是我第一次做热蜡除毛。他说因为热蜡除毛的那个成分跟蜜蜡是有一些差异，因为有些差异所以要加热去做处理。那我今天来体验就是热蜡除毛。那除毛之前呢要先洗干净，那大家尽量不要在除毛之前做刮毛的动作，大概隔两周让森林的小草们先长一长，就是你没毛怎么除，对，所以先不要除毛，然后大概等个两周等那个草头长出来再去给店家做热蜡除毛这样子。那我今天预约的是 VIO， 那 V 呢就是指就是上面大三角的部分，然后 I 就是指大家都知道就是阴唇那边，然后 O 就是屁股，非常的明显就是那个形状 O。 那今天我预约就是 VIO 全除，那不知道会怎么样，不知道我会不会叫，不知道这一集会变成奇怪的虐待自己的一集这样子，那等下就去做就知道了。隔离油太麻烦了，隔离油还要干嘛，前置作业会很麻烦，但有时候 有些客人可能 maybe 在除个毛就是可能待个两三个小时跑不掉，我就只是想要让你们就快点解决，快滚这样，非常直白的人呢。就因为讲真的，除毛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件不需要那么多开心的事情，所以你不需要待到两个小时，我们就是快速解决，你就可以快速回家，不需要那么多繁复又华丽的步骤。对对对对对，它那个圆东东就是痱子粉，热蜡，对，它是紫色的，是紫色的。我一直以为热蜡是黄色或者是，其实很多现在很多品牌都出很多很奇怪的颜色，很多很奇怪的味道，还有黑色的什么？对，有，可能他们都被涂了，还会很烫吗？很烫跟我说。不会，好舒服。而且姐姐她又超讨厌，她直接在聊天的时候突然这样唰起来。就是要这样子让你们才不会害怕吧，不然就逃了，弄麦公尾啊！啊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你继续跟我讲话。麦公尾啊，麦，你这样反而让我二十四小时都在害怕。好，我先这样。好，这里比较痛一点，好，呼吸一下。好，认真痛吗？你要看一下吗？好，我看。这里就是最痛的。OK， 孩子们，你们一路走好，妈妈会想念你们。他很快就会回来的啦。对，你刚刚从哪边？这边。我这边难怪有点对。认真很痛。也没有到很痛，就是比较有感觉，有比较有感觉，因为那边真的是最痛的地方，就是靠近点点的两侧，对，靠近点点的那两侧。刚刚我们说的是点点那两侧，会不会有人问点点是哪里？就是那里，对，就是你们想的，就你们在想的那里。哦，这边没有，还没嘛。然后呼吸一下下，然后再接下来，这里上面的五感。因为上面没有，对，上面太短了，上面没什么神经，上其实上面比较痛。哦，真的吗？你只是因为你现在就是哦，太短了，就很短，所以对不起。那我会建议你们就是如果要第一次做的话，我都会建议你们在前几天就要睡好，然后不要太累，因为真的有我睡好，你比较累，比较压力，就是这阵子如果比较忙、比较累，然后睡不好的话，其实那个痛感是不一样，差很多。这边很痛吗？是丧失语言能力一点点。因为你平常是都有在刮，所以它的毛根会比较深，然后你的毛会比较粗一点点，所以你在除的时候就会比较痛。哦，因为我常常刮的关系。你看我现在轻轻摸你一下，你就丢在什么一样。乖乖，好了，乖了。太往生了。好，好冷啦。来，呼吸一下。好了。有感是吗？有，这边真的最痛。就是靠近那个点点那边，那附近全部神经都比较大条，就是因为你爽也是爽那边嘛，痛当然也是痛那边啦。对，我也要爽，然后就要先痛。好，我们要除屁股的地方。你这样很羞耻哎，这真的有人觉得蛮羞耻。像除毛这个动作也有分派流的，有一些他们除屁股的部分呢，他们是趴着。或是像狗爬式的，狗爬式更羞耻吧，超羞耻的，我都怕他看到直肠了。我蛮多夫妻一起来的哎，对啊，我其实蛮喜欢男生除毛的，因为这样感觉比较干净啊，不然
而且如果夫妻都有除毛，他那个两个那个亲密度完全不同，真的 totally different， 我敢讲，没有毛会挡住你们。对，而且吃的时候不会满嘴毛，我每次卡到喉头都很想吐，好不好？恶心。男生又爱吃吃，然后又不爱，你有过那样吗？就是卡在喉头，妈的，真的很讨厌哎。还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觉得嘴巴一直有毛的感觉，就还真的有毛，就是整个睡觉都不舒服。我觉得我要吃化毛膏了。我觉得你需要哎。不然台湾男生会除毛人太少了啦，我现在只遇过一个。其实现在还蛮多的，就拜托你们男生都去除毛吧。我们像你这边刮完以后，至少还是有一点点可以阻挡它那个刺激的感觉。但是因为你现在就是我们是连毛囊一起拔掉，所以你会觉得非常的敏感。嗯，你连碰到自己一下，你都觉得怎么这样子那种感觉。所以大家记得，就是刚做完热辣除毛之后，下面会很敏感，就是要对它好一点。就是其实下面皮肤还蛮脆弱，所以不管是刮还是除，做完之后就是要好好保护下面的肌肤。其实阴毛长出来就是为了保护下面的皮肤吧。其实现在不太需要，因为我们那是古早人，对，古时候的人，古时候没有穿衣服的时候，下面会攻击，因为他们可能卫生环境没有那么好，没有办法像我们现在这样也有水龙头天天洗澡，所以它要起到保护的作用是它从外面的保护。那现在因为我们又穿裤子又穿内裤啊，有时候有些人又很害怕要穿个安全裤什么的，那你下面就闷到臭掉啊。我想要请你呼吁一下大家，洗妹妹的时候那两条缝缝一定要洗。好，请大家听到了吗？一定要洗，一定要把那两条缝缝里面洗一洗，不然真的会臭。就是像有些人会问说，那我这样子洗里面的话，会不会就是过度清洁或什么的？其实洗那个两条那个缝缝就好了，不用洗到阴道里面去，不用做阴道灌洗。因为其实阴道灌洗的话，我们的那个阴道里面是有好菌的。那如果你把它就是好菌一起洗掉的话，你下面就会比较容易干燥啊，或者是比较不湿润，或者是比较容易发炎发臭，都是有可能的。记得用任何方式除毛，其实都会建议你大概一个月至少都要去两次角质，它的毛发生长会比较顺利，你也比较不会有不舒服的状况。大家听到了吗？要记得就是定期去角质。你有觉得真的很痛吗？没有哎，是真的只有当下那一秒会痛，然后那一秒过完之后就不会痛。我现在帮你擦的是那个绿茶的乳液，它就是消，就是让你舒缓一下你皮肤。毕竟我们刚做完很脆弱。对，像有一些人会问说，那我可不可以用茶树的？其实也可以，但是，有一些人可能会做对茶树会过敏。绿茶跟茶树不是一样？我讲，那你就可以起来了。真的好干净哦。下面。对，下面。我说上面好像芝麻哦。V 的部分超不干净，好像是 I 跟 O 都没有，就是没有偷跑，因为我 V 真的是偷跑了，然后所以就除了非常干净。我下面这样摸一摸，很光滑哎，我好像有点爱上热辣除毛这种一次全除的感觉，至少就是你痛一秒就没了。刚刚姐姐大概只用了，就是大概十下，你大概痛个大概10秒，对，10秒，然后就是分别的痛，然后这样就下面就光滑溜溜了。那因为我刚刚上面除了超多次，是因为它真的拔不起来，可能就是因为我自己犯贱，所以一般人大概只要2次就结束了。好，那热辣除毛就体验到这边。好，我已经做完了热辣除毛的部分。那其实做完就也不会像是人家说什么做完之后脚会开开那样，就完全没感觉。我刚刚就是很正常的走出去。做完热辣除毛之后，5到7天后就可以用一些去角质的产品。那就其实比较推荐还是物理性去角质啊，像这种就是有颗粒的嘛，这样洗起来才会真正的把你的皮肤上面角质给去掉。因为我刚刚问过说，为什么我的毛囊每次除完毛之后都会就是卷在皮肤里面，就是它长出来，它会往里面长，然后就卷出一个小东西，一颗球这样子。那他就说，就是因为去角质去的不够，所以毛囊没有头，他不知道往哪里冲出来，就是挡住，所以他就会凝聚在你的毛囊里面，变成毛囊炎。那刚才有问过姐姐，她说其实那种凝胶去角其实是一个假议题，是个废物，就是它其实跟那个洗那个沐浴乳一样，它只能把你身上的就是那些脏东西洗掉。那角质还是就物理型的去角质产品会比较好一点，因为做除毛之前要有洗澡嘛。然后我刚刚就洗了他们这边店里面的那种安心私密处专用沐浴乳，我觉得顺便推荐给你们，没有业配意思，就是我刚刚自己洗的，觉得很舒服，我就带一个走。
可以洗全身身体一个，也是洗私密处用的产品，因为它刚那个质感我觉得很棒，就是有那种慕斯的感觉，丝丝。